嗨，这是我同事们去我家拿点东西，这是我邻居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画很漂亮，画气场，很有远见。红红，今天这么早下班，这位也是我邻居。你好。你好。红红。啊。想听相亲八卦吗？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呀？看来这事情泡汤了。你求人得人，我就懒得安慰你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带他们俩回去拿点东西。嗯。你有没有觉得二黎今天有些……我给你看照片好不好？这家伙以前斯文败类样的样子啊，可亮眼了。但是我今天看见他出现的那感觉就是……哈哈哈哈！你这斯文败类也有今天。你们自便啊，我去弄下花。啊，我好喜欢你家的装修色调啊！买这房子不便宜吧？都是我妈花的钱。啊，我们能参观一下吗？嗯，随便参观。哇，你看这这么多，这块，这个可贵了。我衣服这么多，这颜色好好看啊！对啊。哎，看那个，那不是限量版的吗？这款都能买到。你们过来坐吧，我给你们倒两杯茶。啊啊，好嘞。装修这么好，得花多少钱啊？不敢想。啊，我来吧。好，我去给你们拿杂志啊。嗯。我这从国外搬家回来，东西都扔得七七八八的，杂志呢就剩这几本。不过里面有一些从高定秀拿的册子，挺值得一看的。太感谢了。啊，没事儿，那我送你们下去。啊，不用，我们自己拿就好了。怎么好意思让你又出书又出力的呢？对呀，时候也不早了 ，Lucy， 我们不打扰你了啊。谢谢你的书，再见。行，嗯，慢走。拜拜。白富美，妥妥的。羡慕、嫉妒、恨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
公司绝不能容忍你恶意诽谤高层领导，赶紧收拾收拾走人。你这样的新人我见得太多了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不就是想帮着领导捞一笔就走吗？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难听，小姑娘家还是有点廉耻心，自觉离开的好。这俩杯子一对10000多呢，这么贵，限量版。你看还有这衣帽间，这装修格调，好奢啊。那是，你是没去过。这房子和样板房似的。嗯，样板房要是这么个广寒宫的样子，没人有购买欲了。Lucy 的房子只能是量身定造，她一个人住啊，一丝烟火气都没有，又处处透着臭钱制造出的便利。就让他送我们那个高丁修册子里的衣服。哎，还有其他照片吗？怎么好意思多拍？这些都还是偷拍的。一个人士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又是高岭之花，又是高丁秀的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哎，那既然是高岭之花，为什么还有区级人事岗位啊？干嘛呀，差点吓死人。全公司估计就我一个人见过 Lucy 在拳击场上的霸气，她的身手吧，怎么说呢？反正全屋子都不够她一个人打痛快的。我阻止你是为你好。怎么，表达羡慕之情有错啊？要挨打？羡慕没事，偷拍就是另一回事了。真没吓唬你们，他那拳脚我也见着了。哎，人又好看，家里又那么有钱，让别人怎么活呀？就是。雷总好。雷总，雷总，你们把聊天的时间收一收，可以做很多的工作，对吧？嗯，这怎么是啊？雷总好。谢谢雷总。Lucy 啊，人言可畏，保持低调。谢谢雷总提点，记住了。嗯，去吧。哇，这弄得跟那个商场的展示柜似的。嗯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多少钱啊？我天！你看，后面还有呢，看这张，还有这张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下次去我家再玩。真有两下子，满满的王霸之气大开。哎，这威力，这简直堪比邓谁谁怀孕啊！绝对真玩家呀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要跟陆贼混，你说我现在去人事部还来不来得及啊？我批准了。哎，人家就是稍微出手扶一下而已，你们别用心解读歪了。什么？说人家跟男人婆似的，多影响别人声誉了。反正不是我们说 Lucy 一身功夫的。哎，刚刚在茶水间是谁说来着？我忘了。喂，哎，行了行了。忘了刚才雷总怎么说的了吗？把更多的时间放到工作中去，不要老聊天。嗯，对对，哎，撤了撤了，工作了，撤了撤了，会功夫。Lucy， 我冷血杀手的形象是你帮我塑造的吧？我又哪儿得罪你了？对不起啊，这事儿我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是因为他们之前老在背后猜测你的身份，然后说的话特别难听，我才把你的实力搬出来吓他们一下。但没想到他们就曲解成那样了。哎，你说咱们现在也是法治社会，他们脑子里都想什么呢？其实我是觉得团队里有一两个神经质，就其他人都特别容易受影响，集体无意识羊群效应嘛。其实大家不是真的怕你，反正我这个就是过从天降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们团队几个新人都特别想接近你，觉得你是玩家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会算了。
反正我练 MMA 本来就是事实，也没有打算隐瞒，大家迟早都会知道，所以大家的反应也是我应该承受的，爱谁谁吧。但我觉得还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乱说话的话，大家也不会那么议论你。那你下周我的午饭请客。行啊，明天开始。你还当真啊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别人更是我欺负你了，我可不能一错再错。其实我主要是怕你误会我想报复你。我相信你的心思应该不是阴阳龌龊的小人。啊，但是人言可畏，有的时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如此。Lucy 菜。哎，不用，你给我站住！不用，站住！真不用帮忙，真不用！你给我站住！这件危险！怎么了？就是你，就是你跟踪我！你认错人了！我跟你说，没有认错人，不是我跟踪你，干嘛要跟踪我？真，别出来，危险！你快回去！别过来！他是谁？我大哥为什么查我？他们是怕我危险才查的你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碰我妹妹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哎呀，你别动！二位冷静一下，琪琪，你们别管。你侵犯我的隐私，还找人去公司跟踪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以解释，但前提是你先冷静。你到底查到了什么？要我说出来？说呀。那我说了。别说，你放回屋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，真真？就是上一次我们煮牛肉酱的时候，何敏红开脑洞，以为 Lucy 在偷听呢，我就开玩笑的和我爸妈说了。我爸爸家三个兄弟到我这一代就我一个女儿，所以他们特别保护我，这就反应过度了。但既然是我爸妈和堂哥们做的，就等同于是我做的，我不会赖账。Lucy， 如果你能听得见的话，我给你道个歉啊，对不起。大家赶紧洗脸刷牙，不上班了。我去。哎，我要去。就你刚才那邻居，肯定有问题。你看你刚才刚要揭穿他，他多大的反应？这秘密藏得多深呢？没准啊，他背后就有什么组织，就是那种有预谋的组织。你脑子坏掉了？哎，对了，他还有功夫啊，又有组织又有功夫。那你这可太危险了。这样吧，你先搬到我和阿尚那儿去住吧，反正我跟阿尚一个月住不了几天。你还是先把花搬走吧。